接电话，电话打不通，你不是也能找到我吗？说说吧，你今晚闹的哪一出？没什么可说的。你不觉得应该解释一下吗？趁我现在还可以接受你的道歉。解释什么呀？没办法呀，我就是受不了你们这种人。 我们哪种人？你妈说的没错，我们这种人就是处心积虑、急功近利。那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冷漠无情、高高在上，拿出国当施舍，永远一副优越的样子来教训别人。所以你是故意刺激他们的？对啊。 其实看他们发飙，我还挺爽的。就因为他们让你和我一起出国，还不用你承担学费，你就憋那些话来刺激他们？你不管这是我的父母，这是你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你也不管以后我怎么面对他们，他们是不是还会接受我们？你觉得会吗？即便我什么都听他们的，那你至少可以尝试一下。今天见面也是你提出来的，像今天这样，我真的怀疑你。你怀疑什么？你说出来，你怀疑什么？ 我怀疑你什么居心？我只是把之后的话提前说出来，你早晚会面对这个问题。 回家吧。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有理解的意思。你把我爸妈气成那样，我回什么家啊？不然呢？今晚你想留下？李雪，我认为今天的事情，我要一个道歉不过分吧？你让我走可以，那你考虑清楚，我今天走了以后，我还会不会回来？ 那也是你的选择。好，你说的。
所以说，李寻跟你妈妈吵架了，然后呢，你刚跟李寻吵架了，精彩。他今天那个样子，我简直都要不认识他了，你知道吗？不过我倒是能想象到你妈那个样子。李寻这种人生来就得顺毛捋，刘老师那个趾高气扬的样子，不得逼他现原形啊？而且李兰也刚去世没多久，他心里面那道坎儿肯定还没过去。你这是在帮他找理由。我告诉你，他今天不给我解释清楚，休想让我回去。那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这么反常，总得有原因吧？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你？朱月，今天李勋不是要去你家见你父母吗？我看见他好像和徐丽娜在一块儿。去哪儿啊？这脸打得也太快了吧。不行，还是得找个理由问清楚。我有东西忘了拿，拿吧。李寻，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沟通的，对吗？我今天晚上情绪不好，态度有点差，但你更不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不过我可以先不计较这些，我就想知道，今天去家里之前，你干嘛去了？你不是回来拿钥匙了吗？这很重要吗？你知不知道黄金24小时原则？有些误会如果不及时解决，会酿造成更大的误会。我觉得我这样猜来猜去，也挺不负责任的。所以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干嘛去了？见谁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方淑淼都告诉我了。你们公司卫生间好远啊。他为什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这不是误会。
牵挂。是的。醒啦，这什么歌？我正在写的新歌，还没想好名字呢。哎，别这副死样子，过几天就和好了。这首歌写好了，我送给你们做毕业礼物，毕业那天唱给你们听啊。喂，你好。喂，你好，我是徐丽娜。我找朱韵。朱韵，找你的。我不接他电话。是徐丽娜。喂。朱韵，有空吗？我们见一面吧。朱韵，我一直不太喜欢你。没关系啊，我也不喜欢你。我马上都要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呀？关你什么事啊？我爸给我成立一支基金，最近我有几个城市来回跑，考察项目，做做尽调。我比较喜欢那些概念阶段的，这样我就可以参与到孵化过程里去，比较有成就感，而且回报率高嘛。昨天我就听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创业计划 ，slogan 就叫“把癌症的治愈率提高1%”。我对这家公司还挺感兴趣的 ，LP， 熟悉吧？所以我今天约你来呢，就是为了这个。我看上这家公司了。既然你父母没有这个眼光，那我来投。但条件是，你出局。那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我不同意，你能不能拿得走？这不重要吧？李寻已经答应了，他同意你什么了？他没告诉你吗？看来你对他真的不太重要。如果你是想试探我，虚张声势，那就太可笑了。如果你想控制住李寻，那就更加不可能了。他不会接受你的，他根本不受制于任何人。那你还是不够了解他呀。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们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得要付出多少时间和代价呀？互联网技术发展比你想象的快得多，只要我们能掌握临床一手数据，在大数据整合下，很快就会看到价值的。数据在哪儿啊？我们已经掌握了关键医院和新科室的诊断数据。中国太大了，你们只做了几单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未来的路还长着呢。我愿意。你愿意？那他愿意吗？你真可怜，被人卖了都不知道。李寻亲口跟我说的，他不想浪费时间了，只想尽快的把 LP 发展起来。顺便提醒你一下，我们马上出发了。去做什么？见我爸。走吧。来了，走吧。李寻，你先上车，先等我一会儿。
你要去哪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等回来以后。和徐琳娜。他说你答应他了，您答应他什么了？股份。其实是不是徐琳娜无所谓，现在只要有人愿意投资我，我都可以答应他让出那50%的股份。你说的那50%的股份是我的吗？曾经是。所以你在见我父母之前就决定好了是不是？不是，从你跟我要回股份开始你就决定把我排除在外了，对不对？算是吧。那我要是不同意呢？从法律上来讲你现在没有这个权利。我没有这个权利了，那你就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跟我说了。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感情用事对大家来说都是负担，我们两个孤军奋战下去看上去挺英勇的，但如果有一天因为资金的问题分崩离析的时候你会后悔的。你把我当什么？我只是不想让你后悔。后不后悔是我的事情，你今天一定要走是不是？你自己想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回家吧，别让你父母担心。李寻，你今天再往前走一步，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你在计划什么？没有计划，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给指引你的唯一。
不能讲，只好学着去放。我是你的我的模样，什么公主，什么敌人，全都是假的。一直在你身旁，我想要给真爱一点微光，就像那是你曾借给我的肩膀。有些怀念不能讲，只好学着去像那是你曾借给我的肩膀，有些怀念不能讲，只好学着去放。我爸就在上面办公，你确定你真的不跟我上去见见他吗？这次谢了。这次我配合你扯了这么大一个谎，你欠我一个人情哦。我还。拿什么还呀？要不，你还我个机会吧。我知道，你不会接受我爸来帮我们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奋斗，我可以陪你创业。这次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什么衣服、鞋子、包包、车子，我都不要。我净身出户。徐琳娜，我还没说完呢。我也可以陪你吃盒饭，住小房子。他能做的，我也都能做到。这样，总值得一个机会吧。我这个人犯过很多错，又爱逞强，嘴也不饶人。你不需要我给你什么机会，我也没资格警告。你值得更好的。我也是这么拒绝别人的。我走了。李勋，我能问你，你这次这么用心把朱茵赶走，这到底想干什么呀？你这样子，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你别想多了，我就是烦他了而已，就这么简单。
朱韵知道吗？我劝你最好别告诉他。你现在手里拿的可以有他的股份。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将来他肯定会知道的，知道他一定会来问我，问我该怎么说，他该怎么看我。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你当然不用怕，你可以不想，但我不能不想。你不用担心他。他会出国，会离开这里，他不需要再纠缠所有。倒是这家公司以后就只能靠你了。我尽力。李学，谢谢你能这么信任我。老高，我没有亲人了，也没什么朋友。你可能恨过我，但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我喊你取消比赛名次，心里一直过意不去。这家公司可以让你有个落脚的地方，我相信你会像我们说的一样把它办好。你打算怎么处置方志敬啊？不知道。我赞成你去教训一下他，像他这种人渣早就该上点手段了。但如果要用同归于尽的方式，我觉得没必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值得吗？不值得。但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老高，明天是信息安全大赛最后一天吧？对，明天是决赛颁奖。这次拿着一等奖，我多不容易。还剩你妈去呢，韵韵啊，你是大人了，有的时候得学会换位思考。你要想想父母为什么会对你这样。而且你为了一个外人，你跟父母闹成这样，你说你，对了，我跟你妈都把时间腾出来了啊，今年过年咱们去三亚。方志敬那个混蛋死活说这里兰姐问他哪里有便宜的酒店，他好心帮忙才给介绍的招待所。我看
我看他就是怕决赛的时候你给他使绊子，故意把李兰姐骗走吓吓你的。有种，他决赛就不回来。包中元，今天是18号。啊？今天是18号。对啊。怎么了？停车。月月，你去哪儿啊？下面我宣读获奖名单。安华大学代表队队长邵斌，电子科技大学代表队信息工程大学代表队衡江邮电大学代表队队长赵子杰，祝贺你们。最后我宣布获得第一名的团队是信息科技大学代表队队长方志敬。有请组委会领导为他们颁奖。我们有请他们的队长方志敬发表获奖感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好。首先呢，我要特别感谢此次的带队老师、评委裁判，还有我们组委会的各位老师们，你们辛苦了。其次呢，我还要感谢所有参赛的同学们。如果没有你们热烈的付出，我们就不会碰撞出这么激情的火花。谢谢你们。我相信呢，在未来，信息安全发展的大趋势是从传统安全走向由求开放的大安全。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网络边界已经不复存在，传统的安全技术已经满足不了新一代的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将对信息安全的需求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但正是因为这些变化，将会给未来互联网的应用和业务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给信息安全带来全新的挑战，但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新数据、新应用。新计算和新网络将会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月，你这睡了一天了，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啊？不是你，你找什么呢你？爸，我手机呢？手机我收起来了。你这几天好好在家休息休息，不要跟外界联系。你把我手机给我。韵韵，你又冲妈妈喊，我是不是早跟你说过了？李寻那孩子早晚出大事儿，现在你看到了吧？你看看他干的好事，不就是打了次架吗？气过就好了，大不了退学，反正他也不在乎，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是，是方志敬被救回来了。但他左眼球被摘掉了呀！全场好几百个人眼睁睁看到他把另外一个人的眼睛给打瞎了，太可怕了。要我说，他姐姐就是让他自己给害死的。这种人就是一报还一报。你说什么？我说一报还一报，怎么了？现在事情闹得满城风雨，你以为人家方家会饶过他吗？自己的孩子眼睛活生生被打瞎了，你看看人家怎么对付他。以后那我去找他。找什么呀？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能去。我要去找他。你敢跟我出国？我不出国。妈，你等等。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啊，楚玉，你现在是成年人了，怎么不分是非呢？这是小事吗？人家孩子眼睛瞎了呀，后半辈子就完了，你还替那个王八蛋说话？那李寻呢？你们怎么没有一个人想想李寻的未来啊？他干出这种事还有什么未来？方志敬瞎不瞎死不死跟我没有关系。哎，你别打孩子。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玉啊，你现在变得爸爸妈妈都快不认识了。不管李寻今天做出了什么事，我都一定会去见他。放我出去。被告人李寻于2016年1月18日下午15时30分许，在南湖大学1号报告厅内殴打受害人，致使受害人面部、眼部重伤。经法医鉴定，受害人双侧鼻骨及鼻中隔骨折损伤，左侧眼球摘除，构成重伤。机关认为，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造成他人重伤的严重后果。该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你对受害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
这孩子啊，现在是气虚不顺，心急欲堵，有抑郁症的前兆。这抑郁症啊，十个里边有九个都有自杀行为。这段时间你们得看住点。谢谢啊。出国的事联系好了吗？都联系好了。今天必须走。必须走。久了，听爸说两句。你出国的事儿，我全都安排好了。只要你点头，咱随时可以走。听爸的，出去散散心，换个环境，也许就好了。不吃不喝的，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子。你要是决定就为那个男孩子把自己毁掉，让你的爸爸妈妈痛苦一辈子，我们就由着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只谈工作，难道以后还要我来这种地方跟你汇报工作吗？现在 LP 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自己咎由自取，你活该。你利用李寻对你的信任，霸占了 LP。我找高江红。冲破边界，初遇的一夜蔓延。后来为我赢了时间，始终抵达着不停歇，我也靠着你的肩，我们不会分别，躲开喧嚣世界，陪着我是你掌心的指点，撑起我勇敢向前，像黑夜燃起的火焰。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 在你身边的是我。长时光陪你度过， Cause I believe I want you，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 那颗炙热的烟火一直是你为我亮着。
线。